由台日议员组成的第七届日台交流峰会日前在神户登场。尽管受疫情影响，台湾议员无法到场，甚至在上个月，日本议员上田宽宏还爆料，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透过电话施压，要求停办。但本届与会人数反倒创新高，来到510人的规模。不少来自北海道、冲绳县的议员都来共襄盛举。副总统赖清德也透过预录影片向与会贵宾致意。受邀出席的驻日代表谢长廷，除了对主办单位的用心与力挺表达感谢，对于会中通过多面向支持台湾的神户宣言更是高度肯定。你台湾は今年の9月正式に CPTPP の加入の申請を提出しました。台湾の参加は日本やアジア太平洋の経済に活力をもたらし、地域経済発展に寄与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台湾と日本にとってウィンウィンであります。谢长廷表示，在兵库县和神户市议会去年率先通过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组织 WHO 决议案后，日本其他地方议会也陆续跟进。参议院今年六月更一致通过决议，这也是史上第一次，相当难得。这次会中通过的神户宣言，除了促进台日多元交流，并规划加速制定台日关系基本法外，更明确表态力挺台湾加入各项国际组织，对台日关系具重大意义。台湾が領域、国民、主権の3要素を有することを鑑みて、世界保健機関 WHO、国際民間航空機関 ICAO、国際刑事警察機関機構 ICPO などの国際機関や国際的枠組み、国連システムへの参加実現に向けて日本の取り組みを強化すること。谢长廷指出，神户宣言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具有实质上的注意。台湾现在受到打压，最不利的宣言都帮台湾讲出来了。他相信，在草根的基础上，日本地方的声音会影响中央的决策。